千年来，玄坤大陆分五族而成，即人族、幻族、血族、火族，以及神秘的灵族。六年前五族大战，人族大军将其他四族几乎屠杀殆尽，从此确立了人族为尊的地位。乱战之中，灵族朔叶公主侥幸逃生，下落不明。弄脏本宫的鞋子，打！给我狠狠地打！你这是什么眼神？啊？不服气是吧？是不是奴婢之错，求安美人饶了奴婢吧。你就算是死也不会有人管你。陛下出行，闲杂人等速速避让。在这等级森严的人族宫中，奴人就如同地上的蝼蚁，哪怕恒氏公主也不配得到皇家的一丝怜悯。参见陛下。见奴而已，何必脏了安美人之手呢？多谢陛下关心。可即便我是蝼蚁，我也会找到活下去的方法。我的名字叫林芷，我还有另一个身份，灵族的朔叶公主。时常能够感受到阿迪的呼唤，来自这皇城深处。阿姐，救我吧！我化身女奴入宫，就是为了解救被囚禁的亲人，找到灭族真相。哪怕受尽屈辱，我也一定要活下去。贱奴竟敢得罪最得宠的安美人，给我狠狠地打！嬷嬷是想拉着整个杂役房陪葬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明日就是选秀大典，
杂役房需要调配人手去伺候，若是我满身伤痕，怕是会耽误侍奉，连累嬷嬷受罚。哼，好你个灵芝，巧舌如簧啊！若是我侍奉的好，兴许哪个秀女看中了，提拔我为宫女，赏赐自然少不了嬷嬷的。 今天放你一马，明天不许有闪失，否则小心你这条贱命！哼，我必须抓住选秀大典的机会，接近陛下。 并非陛下生母，二人不和的传言，看来是真的。哼，这就是宫陛下挑选的秀女，由老母后亲自督选。 庸脂俗粉，母后息怒。还有些秀女，您未看？不看也罢，陛下定然看不上。随便拉个女奴打扮一番，都比他们上得了台面。听闻尊太后甚是喜爱鲜花。 花瓣缭绕，乃吉祥之兆。你上前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尊太后的话，奴婢名叫灵芝，是杂役房的女奴。 哀家见你不错，你就留作陛下身边的嫔妃吧，封你为灵美人。什么？他区区女奴，连秀女都没有资格，居然连升三级，简直太荒唐了。陛下不语，难道是对哀家不满吗？ 母后独具慧眼，儿臣并无异议。哼，那就让灵美人今晚侍寝吧。哀家也累了，都散了吧。谢太后恩典。恭送尊太后。
恭送陛下。阿爹被囚禁的极为隐蔽，接近陛下才有机会找到线索。林美人能被尊太后钦点，身为美人，真是羡煞旁人啊！是啊。陛下，臣妾奉尊太后懿旨，侍寝陛下。既然是尊太后钦定的美人，朕定要好好赏赐于你。等到云开。